木村有田中没有。每次，啊，漫才，木村。木村拓哉，所以。Gatsby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漫才下午夜哈，请坐坐起坐。大家好，欢迎来西马。嗨，今天的主题是有没有王？有没有不要唱歌，应该台湾的朋友听有没有玩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游戏，对，这个很难解释呢，超级难解释。对，那这个例文叫做あるなしクイズ，嗯，好像日本人的话都知道的很经典的猜谜游戏。嗯，电视节目里面也是应该常常看到这个游戏。对，嗯，对，但那个听说台湾没有这个游戏，好像有类似的，但是规则就啊，是啊，有没有？不是唱歌的游戏，没有，不是不是这样的，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哦？总之呢，就是我们会一个题目呢，会有大概五组提示，嗯，那一组提示呢，就是有跟没有的单字各会有一个，然后你要从他们之间找出共通点，嗯，就是这些所有有的单字里面到底有什么共通的规则，嗯。对，然后要猜出这个规则，好，是这个没有的单字里面没有，有解释到吗？不要想太多。对，对，规则蛮简单。对，对对对。那我们要来喽。好，来。第一题是每次有，每天没有。这个游戏看第一个提示也几乎都不难猜，那差别只有字跟天而已。只看一个提示的话，应该没办法猜。那我们第二个。好，给漫才有。搞笑没有？哦哦，猜到吗？是什么？漫才日曜日的活动，每个月每次有，可是每天没有，一个月一次。没有搞笑？对啊，日曜里面有搞笑吗？搞笑的不一定。这样不行吧？这不是只有一个字的差别呢？要猜什么样的规则？应该跟汉字有关的，还是细菌东西？这个是我们的人生，我们每次都有漫才的表演，可是不一定每天都有我们人生中搞笑。啊，这不是吧？是不是只有一句话的啊！不要随便讲，我一直给你吐槽的话，没办法好好想这个题目哎，什么意思？下个提示吗？好哦，好好好，木村有，田中没有，每次，哈，漫才，木村。木村拓哉，所以Gatsby。每次漫才的时候，我用 Gatsby。不要一直只有一句话，提示就是可以多念几次看看。每次漫才木村，每天搞笑田中，田中木。对，我的妈！第一个字的注音全部都是木。对，还有呢？还有是。对，木跟吃，没错，耶、yeah! ！中文的话这样的，跟日本的あるなし完全不一样呢，有新鲜感哎。鸭子比是真的完全没有关系，当然了。那下一题喽。好。这个题目是由阿国奖想好的，对，阿国奖好厉害啊！对，要想阿国奖的特色，他想什么？是是对，阿国奖的 sense 是他的逻辑，有没有阿国奖有 sense？ 有啊！啊，我们三个其中只有阿国奖一个人而已有 sense 的人，健康有，强壮没有。因为这个あるなしクイズ的特色是这个健康跟强壮的意思也有点像，啊，对，但是一个是有，一个是没有这样的。有里面有日本武士的汉字，太难了。那有里面有漫才式的汉字，漫才式的汉字是什么？康康的。快乐有，幸福没有。快乐有，幸福没有。健康的人感觉到快乐，可是强壮的人不一定幸福。不是，他们不是造句。你真的知道あるなしクイズ的规则吗？有的中文比较简单，我们也可以用。没，不是。中文的程度比较低。说小学三年级会。对对对对对。再一个提示吗？好。慌张有，
紧张没有？哎，有什么？所以意思很重要，还是汉字很重要？哦，好难回答哦。跟字长得怎么样子算？可以吃的药有，但是左边没有是吃的药没有，懂吗？所以健康，为了健康可以吃的药，快乐吃的药，欢畅吃的药有。怎么？快乐的药，很恐怖的药吧？可是参战的话，违法吧？啊，合法跟违法的。应该跟注音没有关系吧？第一点是注音的，对吧？跟用法有关。用法，台湾人的话，台湾的朋友应该已经猜到吗？台湾的朋友要想一下，但是他的那个规则很单纯。哦、有的话可以讲两字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，慌慌张张。哦，真的？耶！那这样很强。对日本人来说很难的。很难。很难。有可能下一个是漂亮吗？漂亮，或是平安。啊，平平安安，漂漂亮。随便。提示也很棒呢。啊，我们比较常用漂漂亮亮吧。是。一直看汉字，想很多事情。应该可以学到新的中文的感觉。是。嗨，老婆有，女朋友没有。嗨。三木跟我。可是你没有女朋友，对呀、啊。太屌，差不多有老婆，太甜，没有女朋友，这样没礼貌的。啊，对，有道理。对，太酷了。啊，真的。啊，三木有的东西。真的。太酷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后面的答案。不想去玩笑，下了。不是三木有的东西。那看一下。第二个是搞笑吗？没有吧。金发、黑发、女儿、儿子、还有好笑，对，好笑，装傻，还有 sense， 没有 sense， 对，阿贵的一字都没准，好笑有趣有品味，这阿贵就觉得你没有这种的，有金发而已，是啊，秒杀，不好意思，很尴尬哎，我讲装傻，我装傻，下一题会超难。爱人有，女朋友没有。这个也不是三木跟我吗？三木有爱人吗？你有朋友而已。不是这个爱人，是中文的爱人吧？爱人啊，对吧？不是日文的爱人吧？小三的意思。小三的意思吗？我听过的中文的爱人是真的爱的人，不是小三这种意思。对吧？那日文的话，对日文的爱人就是爱人，小三的意思。那中文的话，真的爱的人吗？就是你心爱的人。对。男生。因为爱人是不管女生男生都可以，可是没有女朋友的话，女友。是，所以男生。不是吗？太单纯了吧。爱对爱人是有爱，但是对女朋友不一定爱。其他的目的有啊，只看他的身体吗？啊，还有钱呢、啊，渣男，还有的权利，太没礼貌了吧？下一个，嗨，先生有，小姐没有，还是男生吗？确实，现在的话对了，没有错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右边是绿人，中文而已，对，我也猜到了，对，果然是，所以我一直讲爱人的意思是，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回答你，对吧？很大的，对呢，所以那个聊爱人的部分很重要呢，对，所以我跟三木看到那个先生，马上就猜到。那第三个是什么呢？我们唱一下这个阿鲁纳西规则的优点是，我们也可以唱一下下一个提示。一吗？数字的一。有，但是我这边挑的都是跟中文的意思不一样。我选的还有床。啊，勉强。啊，对，勉强。勉强。没有的是可以写什么？也学习的话，例文也有。对，所以这个我还没写。啊。题目还没出完就被猜到。还有另外一个是宅酒瓶，然后没有，我写的是男子汉这样。汉字是一样的，但是意思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
讲我一直讲爱人的那个是最重点。对，没错。你问我是哪一个爱人，我想说，那就是答案。他这样的话，我那个不敢讲很多事情呢。对我来说随便讲，但大概我一直讲重点。但如果我们自己做这种的话，中文会进步吧？啊，我绝对不会，因为用日文也不会。啊，最后一题。好。樱花有，玫瑰没有。啊，嗨，我知道。右边的话，国家的国花。可是这个是红玫瑰的话没有国花哦，一定没有嘛？一定没有。这个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哦，但是玫瑰的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吗？大家猜一下。这个是有英文有关的。好。右边的英文是我不知道。那没办法，没办法猜的话，我也不知道。嗨，龙。有蛇没有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右边的话，因为樱花虾、龙虾，对不对？耶！怎么可能？没想到哎，常常猜得到，这个难度很高的。那这一题要算十分吧？为什么？不公平啊！谁要讲啊？我有才华，你没有才华。有啊，猜到的题目的话呢，长对二。可惜我答到西。为什么？啊，不讲的意义都这样的。你讨厌我吗？每次玩游戏的时候这样的，这个场目很好，对我不好哎。因为罗大生太聪明了。我要来评判一下。不公平啊！这样老师绝对不行啊！要认真学习的，你太可怜吧。你都会，所以没问题啊！这么厉害，厉害，厉害个屁啊！后面还有泰国，泰国也有，澳洲，很难吧？哦，那上你自己说，这一题是不是比较难？不是啦，啊，我讲说，这样一题比较难啊。那这个也可以吧？米有虾米的，不是后面吧？啊，对，为什么后面这么那个？还不知道鬼子、欸，为什么给他媳妇啊？今天的有没有吧？就是三木。耶、yeah ！还没有理解这个鬼子、很有趣。OK。如果大家也有没有的主题的题目嘛，想一下，给我们留言。可以留言或是私讯我们本专。对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谢谢。嗨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多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还有我们有连续的粉丝专 Instagram 也有，请多支持哦。拜托拜托拜托。ではでは，またね。再见。